钢铁、金控，如果要做存股的话，昆仁这边有什么样的建议呢？OK， 好，那个因为其实存股我想应该都是大家还蛮想要听的一个观念。那我今天会讲一些那个观念跟一些操作的方向给大家来做分享。那我就觉得可以直接把它切到第十二页的投影片好了。就是我们先从金融股开始讲起，金控股开始讲起。那举例来说，这是那个兆丰金2886。那因为其实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我觉得我看法的对于所谓的金控股这些相关的个股的话，我觉得去选一些比较大的、比较稳的，甚至有些关股的色彩的，然后就是相对的这些相关存股的会比较适合。那如果我们举这个例子是2886的兆丰金来说好了，那因为其实兆丰金它并还没有公告它的现金股利的政策，可是如果以它去年的获利去换算出来它的一个合理的配发的股息股利来说的话，很有机会，那配发大概 1.5 块左右的现金股利。那如果以今天的兆丰金已经收盘收在 32.55 了，那如果我们用直接取整数，叫做是33块的兆丰金，然后用 1.5 块的这样子一个配息的角度来说的时候啊，那它的换算出来的现金股利率殖利率大约有 4.5%。那这就是还蛮不错的这样一个水准，所以即使我先下一个观念，就是说，即使这个时间点有所谓的短线上面已经有大涨一波的金融股，那我认为这个时间点的殖利率，金融股的殖利率，金控股的殖利率依然还是相对的迷人。那甚或是说，如果万一真的有那个回到了所谓的30块那个位置，当然不一定会回来到，那或许是说那个之后的一阵子之后再回档到30块，那也有 5% 的这样一个殖利率。所以其实如果就那个短线上面，应该说从这个30块到33块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说的时候啊，其实换算出来的殖利率就是大概在 5% 跟 4.5% 之间的这样一个比率而已。其实如果从一个所谓的一年 4% 或一年 5% 的这样的角度，其实真的不算太大，所以也不用特别担心说什么今天的那个金融股或金控股已经去做，因为短线上面涨太多，然后就那个怕说能不能去做存股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可是如果从殖利率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就算真的涨了这样的一个部分，其实涨幅也不算太多。那不过我要讲另外一个观念，叫做是用看下一页投影片。那下一页投影片的话是在那个2885的元大金。那元大金的话，它已经公告了它的现金股利是1.2块，那它的配息配的还蛮好的，因为它是证券体质的这个金控股，然后它也是就是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它的那个各个部门都还蛮稳健获利的，包含了银行也有，然后那个证券它本业嘛，然后甚至它也并了保险，所以它给了还蛮不错、还蛮大方的现金股利是1.2元。那如果以 1.2 元，以它今天的这个收盘收在26块这个位置来说的时候啊，其实换算的这个殖利率还蛮不错的哦，还有 4.6%， 甚至是那个就是这 N 倍于定存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即使它如果之前的那个22块的起涨点的那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1.2 虚除以 22, 它也有接近 5.5%。所以它即使是在从22涨到26的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它的殖利率的差异性也其实也不算太大。那甚或是说我们刚刚前面有说的，像是富邦金怎么样今年就是赚8块，那它现在目前的话就是评价合理，评价偏低。那就算是全体就是整体的那个能够配发现金股利的这些相关的金控股，他们换算起来的这个殖利率的水准，其实大家都差不多有 4% 的 5% 的都还依然还有还蛮多的。所以如果以所谓的纯股族的金控股的这个角度来说的时候啊，我觉得依然是 OK 的。那但是我要再提醒大家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我这边写到的第五点，就是如果我们看所谓的纯股族，你希望赚到的是叫做是现金股利，就是算到殖利率呢，还是说如果你真的短线上面有一个不错的这样子一个价差，就是举例来说，像是元大金，它前一阵是22块，那今天已经涨到26块了，那其实短线的涨幅哦有高达 18%， 所以这几乎是你三年的股利率、三年的殖利率的这样子一个获利的水准。所以不妨如果真的有所谓的短线涨多创高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把一个部位，就是那个你觉得还对，可以把它卖掉，然后先把这个获利先做入袋，因为你要赚三年才有赚18%，可是你如果短线上面可以赚18%的话，你不如就先把它那个部分获利了结掉吧。那如果有更低价的时候再把它接回来，那这个是一个可以做的一个操作的方式。所以这是金控股，所以我觉得这是金控股可以来做一些相关的那个操作面上面的提醒，就是包含了殖利率，我觉得很 OK， 就算是这个时间点去买也没关系。那如果是包含了，如果你之前
有去做买进，而且已经有赚到一个不错的波段的时候，那我们不妨就可以先做一些获利了结，然后如果拉回的时候，其实不管拉回一块两块三块五块，都是那个再买回来 都可以赚到价差，因为都比之前的成本更来得更低了。所以这个是在金控股金融股的纯股的方面。那中钢顺便一起说吗？我觉得刚刚昆仁讲金控股这个很有意思，也就是我们之前会好像要大家选边站，也就是你到底要去赚它的殖利率呢，还是说你短线上面要去赚它的价差？可是昆仁今天给大家的观点是，我不管，反正我就是看好金控嘛，我既可以赚到它的，我可以很灵活的操作，也就是说短线上如果它真的又飙上去了，例如刚刚举例的可能远大金好了，它在短线上真的也是从22块钱，4月1号还在22.4，然后今天就有见到26了，所以你看短线上面也是有一个4块钱的一个价差嘛。那如果我是每天或者是我一个礼拜我就买一点部位，买一点部位，这样买，我可以短线上面它涨多了，我就先把一部分的持股卖掉，我去赚那个价差，可是我有一部分继续保留起来去赚它未来给你配发的现金股利相关的一个殖利率，我也赚着。所以我觉得金控股蛮有趣的，也就是你短线上要也可以，中长线你要赚也 OK， 所以这是针对金控股相关的族群，昆仁这边给的建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那钢铁呢，我们知道中钢，以中钢来讲真的是存股族超爱的一个标的，大家不是只是为了去拿它那个很可爱的黑熊螺丝起子，黑熊的工具族，那真的超可爱。当然每一年他们送给股东的这个小礼物大家都很喜欢，也都会引发一些话题。可是在中钢它已经变成一个飙股的状况之下，我们昨天昆仁有特别讲了，它近期来说股价等于是飙了有将近50%，这样的状况之下会不会不适合再来做存股了呢？中钢真的每年的纪念品都很可爱，因为 它就像是那个被那个就是被耽误的纪念品公司，真的真的对。好，那回到那个中钢的部分，中钢投影片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因为我觉得中钢的部分的话，我想要直接下一个 no 的这样子一个结论。嗯，那为什么要这样子下结论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看今年的中钢的股息，它已经公告了只有配 0.3 哦，所以其实它的如果就今年来说的话，现金殖利率是非常非常非常之低的。那甚或是过去几年，我这边把过去的接近十年的这个配息的这个水准都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做分享，就是它配 0.3， 然后2019年的话配 0.5， 然后好一点的时候在2018跟2014的时候都配1块钱。可是如果就这样子的角度来说的时候，我就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短线上面的中钢如果已经涨到39元了，那如果用这个 0.3 元的现金的那个殖利率来换算的时候啊，这个时间点的这个所谓的现金殖利率是一点都不吸引人的。然后呢，另外再讲一件事情，叫做是说，如果它过去的现金的配发的水准是波动的这么样大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也都不吸引人。那原因是因为，如果我觉得那个所谓的中钢是可能在那个十年前或者20年前，它那种是就是那个我们涨一倍的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啊，那个中钢它依然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属于那个国际性的大厂，或者像是一个产业的龙头的地位的那个时间点的中钢，那或许那个时间点它才有所谓的稳定的配息，甚至是比较稳定的这样子一个获利的这样一个水准。可是这个时间点的中钢已经没有那样子一个产业地位了，因为这时间点的中钢并不是自己说的算。那这个时间点的话反而都是全球大厂说的算，比方说中国也崛起了，然后美国也有大厂了，所以这时间点的一些相关的产业的报价那都会因为所谓的那个全球的这样子一个影响，包含了景气，包含了全球要不要扩厂，然后造成了中钢的这样子一个获利的水准的时候啊，就是没有那么样的一个稳定。哦，那当然接下来的部分或许有机会，因为我们昨天讲的碳中和那个议题，或者是说因为中国大陆那边开始去做一个比较铁腕式的去做调控的时候啊，很有机会才比较恢复水准。可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时间点的话，我没有去做那个提醒，就是我没有看好中钢的所谓的配发的股息，所以我就直接切到下一页的投影片，就是在纯股族的观念的提醒的这一页的投影片，我帮大家包含了像是金控跟包含了那个就是包含像钢铁，那甚至是任何一个族群，你如果想要把它拿来做纯股的时候，你可能要先有几个观念，就是第一个必须要是长期配息是要稳定的，那像钢铁的话就不 OK， 可是金控的话就很 OK。 那个在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些相关的观念跟大家做分享，就是另外的话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必须要有所谓的
技术领先，或者是说寡占性的产业。那也是一样，回到金控跟那个钢铁好了，就是如果钢铁，那如果我们刚刚前面说的这个时间点叫全球已经都是一个竞争这么样激烈的这样的状况了，那个中钢也再也不是所谓的全球龙头的中钢了，那它就不是一个寡占的这样的行业。可是金控的话是，因为这时间点虽然我们看到金控加速依然非常多，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时间点的话，在国内的那个金控有一个比较平衡的状况，甚或是说它有一个进入障碍，因为这时候就再也不发所谓的那个金控的牌照了嘛。那甚至像是那个技术领先跟一些这样子，就是那个他们的每年的获利也都有成长，所以这个是目前我觉得可以回到所谓的就是纯股的观念来跟大家做提醒。那另外的话呢，趋势必须要去成长的，像今年的金融股的获利确实是成长。那今年的那个中钢来说的话，虽然看起来还是成长，那但是它是受到外在的影响依然还太多。那另外的话还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说一定要填息，然后你才能拿到真正的那个股息的殖利率的部分。所以这是在那个纯股族，无论是金控，或者是说无论是钢铁，甚或是任何一个高殖利率的个股跟族群的时候，可能要去先想到的这样一个观念很重要。那就操作面来说的时候啊，我觉得操作面的方式，刚刚小 B 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要分批进场。那我觉得分批进场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我不要一次压，因为一次压的时候，我短线上面如果元大金我买在短线高点是26块，可是我可以从22块开始买，就22、23、24、25、26往上买上来的时候，我的均价有可能在23块、24块左右，那我就不会有一次性去那个买在相对短线上面的高点，然后造成可能就算真的配到股息，也要短套一阵子才解套的这样的问题发生。所以分批进场分散风险，然后平均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纯股族的观念。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无论如何你必须要保有你的加码的资金，还有的话就是说你不要让你的资金卡得太紧太死，因为如果你的资金卡得太紧太死的时候，随时需要动用资金，那你就必须要在那个时间点去把你的部位去做那个了结掉。那有当然有那个如果是获利了结最好，可是很有可能是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景气不稳定的状况的时候，你卖在一个相对的低点，所以这是一个必须要保留弹性的资金的这样一个观念。那另外的话呢，刚刚就是我们说的像是金控股的部分，如果真的短线有所谓的涨幅过大的时候，那拿部分的部位出来赚价差，我还可以赚个 18% 的价差，也还蛮不错的啊。如果有一个回档之后再来去做买进，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作的方式。所以最后一个结论叫做是说，如果真的问我这两个族群的时候啊，我还是觉得金控股很 OK。那钢铁股的话，我这边暂时先打一个问号。所以好股票依然还很多，那不一定要买那个中钢来去做纯股。对。但相较来讲，刚刚元宝们也有在聊天室里面补充，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去查了一下水泥，特别是台泥的配息哦，今年的话呢是配3.5块钱。那么如果以现在的股价来算，大家觉得它的殖利率表现还是算蛮不错的。所以台泥会不会比起中钢来讲更适合目前的一个存股标的呢？有，我觉得元宝们讲得很好，因为我那个台泥我认为非常好，台泥亚泥都很好。因为如果就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说到，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间点的中国大陆他们有去做所谓的水泥的这样子一个那个供给面的调控。对，那从那个时间点开始，我们看到的整个产业面来说的时候啊，它已经回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准。所以我们看到的像是台泥亚泥这些那个相关的水泥的龙头厂大厂们，他们的获利都变得很稳健了。对，所以我刚刚就在讲说，中钢如果后续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才是一个不错的那个时间点。可是如果这个时间点我们回到所谓的那个水泥业，就是台泥亚泥这些的那个相关的龙头个股来说的话，这时间点已经回到了这样一个水准了。所以如果这时间点来说的话，因为它上一次就是之前在台泥公告那个就是公告的股息殖利率的那个时间股息的时候，大概在3月22号那个时间点，它就往上去做跳空上去，然后整理之后又再往上去做创高。那如果以这个时间点来说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殖利率依然非常迷人。那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其实那个回到了这个产业面是一个稳定的，然后它不一定要非常大幅的成长，可是只要能够获利稳定，而且能够配发出稳健的股息的时候，那都是会蛮不错的这样子一个选择。